南无阿弥陀佛，陈安，佛安吉祥。今天是2024年5月27日，星期一，农历4月20。清晨的阳光洒满福地，犹如金玉满堂，带来无限的希望与祝福。愿你与你的家人从此健康安宁，吉星高照，如行云流水般顺畅。愿你和你的家人在佛光的护佑下，心中充满慈悲与智慧，生活如意，顺心如意。愿你的财富如江河奔腾，不断增长，福报无量。愿你在生活中知足常乐，心境如莲花般清净无染，无论身处何境，都能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喜悦。愿一切美好的期盼都将如期绽放，如佛光普照，无有障碍。愿你在因缘和合之中心怀感恩，广结善缘，迎接每一个美好的瞬间。祝你和你所爱的人万事如意，财源广进。让我们以佛陀的智慧与慈悲迎接新的一天，心怀感恩，行善积德。愿你的心灵如松柏般坚定，智慧如海洋般深广，福慧双增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心灵宁静。愿我们每日皆能感受到佛法的光辉，内心充满法喜，心静如莲，遍布慈悲与智慧。愿一切众生皆得安乐，离苦得乐，福报圆满，智慧无量。南无阿弥陀佛。